立正，行礼，请坐。各位全体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无精神呢。过一摆好嘛？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安尼未输讲来上课哦，是足艰苦的代志。其实若要甲做工比起来哦，这算真好啊啦。坐伫遮啊，听人你讲的，你也免流汗。啊，你讲的人着规身躯汗突突顶，实在真好啊。我有当想吼，我足佩服咱台湾人呢。咱台湾人是足了不起的，永远是生活伫迄个吼矛盾的迄个时空内底。安那讲矛盾？过去台湾人所有的这社团拢甲咱讲吼，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郭正刚佫甲你讲吼，咱爱拼独立，对不对？我讲的无唔对啊！今日甲恁讲，台湾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明仔甲恁讲哦，咱都要来拼独立，爱来建国。到底对对一个才是对的？我嘛真少看到台湾人来甲问这个问题。今日甲你讲要来拼独立，明仔甲你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定你甲伊讲啊，台湾若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已经独立啊。啊！你拼独立是要拼啥？啊！你叫一大堆的人去什么凯达格兰，讲要去甲示威，要向中华民国甲示威，马英九要甲来示威，啊！你去示威什么法？马英九甲咱讲一句话，你唔知会记哩无？大家拢阿骂讲马英九，你会出卖台湾，你咧出卖台湾的主权，有无？马英九家己讲闹交一句话呢，伊讲吼，我无法度出卖台湾的主权啊，因为台湾根本就无主权。讲这句话时阵吼，迄报纸敢若出一遍尔，媒体出一遍尔，马上就点起啊。可见吼，中国国民党遐高官拢知影讲台湾无主权，谁来无主权？其实美国占领者拢有伫甲伊联络啊，拢有伫含中华民国伫联络啊。我前去年我去看阿扁啊，伊互掠去关的时阵，伊甲我讲吼 ，AIT 迄个处长啊 ，Stephen Yang 啊，去总统府啊，甲伊宣读，敢若迄圣旨圣旨吼，咱咧看迄个清朝的迄个古早戏啊。圣旨开通，吼、哦，我就跪落去，有无？斯蒂芬样去甲陈总统圣旨开通呢？甲讲三点呢？对三点，伊讲哦，中华民国毋是一个国家。第二点，伊阁讲台湾即个土地，所有一切是爱听美国的指挥。第三点，伊阁甲陈水扁讲呢，你袂当公投，袂当要入迄个迄、那个也做联合国。阿扁啊，甲我讲，伊迄当阵伊听无，落尾啊，去年的时阵啊，我提出予伊以后啊，伊才讲哦，原来啊，台湾的地位就是啊，伊本来嘛想要写一本台湾的地位啊，落尾啊，伊我送伊两本册以后啊，伊全唔敢写啊。啊，刷嚟佫甲讲呢，伊讲，林先生，啊，你若无爱较早将台湾的地位较早写写好出来，我讲，报告陈水扁先生啊，我外叫伊总统，迄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我讲报告陈水扁先生啊，当时我第一本册《台湾关键台美关系关键报告》出来的时阵啊，国台办医的院长，即卖国台。的副董事长，当我的面卡予吴淑珍，伊甲讲哦，总统夫人啊，台湾有救啊啦，有一本册，我马上叫人送去予你。阿扁啊，转来你都爱叫伊去读。
伊个阿扁吼无伫台湾，出国去当毋知去迄个南太平洋遐有个国家去访问，伊无通啦，阿扁也转来无通啦，伊想讲伊都读法律系足牛个，无通啦。你敢知影台湾个读法律系个人毋捌读过《旧金山和平条约》呢？这毋是我伫讲呢？你唔相信在座各位，恁若有时间等伊出来的时候，你敢问讲，恁这律师，我请问，恁捌读过《旧金山和平条约》无？无一个人读过啦。台湾的问题，台湾的地位，什么人在决定《旧金山和平条约》咧？刷落去，伫顶顶个月，我才甲十一个博士生啊。什么叫博士生？就是你读博士班，想要摕到博士的一挂大学生，即使已经毕业啦，十一个。我第一个月解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恁知无？大拢足大声啊！拢讲因知咧，我讲啊，恁知哦？啊，我来甲你第一，日本轰炸台湾的，请你举手咧，七个人举手。我睇下佮讲起呢，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佮咱台湾人的教育。恁在座听到，可能会感觉真爱笑。中国国民党对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的教育，就是讲要佮你同化，佮你乌白讲讲啊，乌龙蛇刀啊，蛇杂尾啊，变做讲哦，伊是中国人啊。细汉的时阵，佮你教一句话，伊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有啊。有无？有这句话嘛？莫讲恁啦，我就好啊啦。我细汉足够读册啦，我嘛是一直讲，就是讲，我是中国人。但是到大汉以后啊，尤其是我开始研究台湾的地位以后，我就发现讲，这完全胡说八道。啊，说的搁较深，甲研究落去吼，夭寿哦。台湾的地位啊，不是你所想的，不是我所想的那种的地位呢。所以才开始从台湾开始一点啊一点啊给跳开，跟跳跳以后才发现说、哦、原来台湾这么复杂，也其实不是复杂啦，是因为中国国民党跟我们教的一套跟实际上的一套，但是因中国国民党这些高官属性就知影，知影台湾的地位到底什么物件？你应该想看卖啊！我即摆要请你问你一句话，足简单的呢，非常简单啊！什么话呢？你听好清楚，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对，你举手，即摆拢唔敢举手啊！你看。啊，若唔对，你举手。唔对的，啊，无意见的噻，啊，无意见的。啊，我讲一句话了，我阁问你一句话：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你连讲我笑。住伫国宾饭店的人，就迄间国宾饭店，我三更半暝，我嘛咧要来去住。这句话。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有啥物无共款？有无共款无？无啊！即句话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广告所写的，民进党所写嘛是即句话。你台湾人生活在即种的环境内底，你看卖啊，看是毋是伫矛盾的内底伫生活？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一点不对，不对的所在就是你讲，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证啊，还未给咱台湾人呢。啊，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证还未给台湾人，的原因在哪？来个追究看卖啊！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大清的皇帝。将台湾片哦
让与 CEDE SEED 让与日本天皇，听清楚哦，大清的皇帝，一下是说大清大皇帝的，大清帝国大皇帝，皇帝就皇帝就大皇帝，你有看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两个都是皇帝，将台湾跟平湖挂予日本的天皇，所以这块台湾这块土地变作日本皇帝什么话，叫做皇土啦，皇帝的土地啦。因为咱台湾人过去除了清朝那阵有皇帝以外，台湾这块土地顶管无皇帝，所以你根本都搞不清楚讲这个有皇帝的政府是什么款的政府。日本帝国的皇帝，但是咱为报纸来看，日本天皇，伊有这个皇土，伊皇有这个土地以后，包括日本本土，迄、那个四个大岛，这个日本的皇土，将这个皇土再交予政府的代表首相，予伊去管理。所以，台湾这块土地甲平湖挂予日本皇帝以外，日本皇帝一定要派一个人来管，但是他派什么人来管？不是派首相哦，他 派总督。总督是跟他首相，但是是在另外一块土地主管。这个土地主管第一任的是华山之计，在1895年六月初二，在家人的外海。横滨湾顶管办交接，这个交接这两个意义在哪呢？这块土地我挂给你，就是要交挂啦。我给你点我清楚，这块土地我现在好你啊，变作领导的啊，含那个界线嘛的话呢，让日本人甲中国迄当阵的清朝拢有挂清楚界线，甲对甲对甲对。所以这块土地变作日本天皇的皇土以后，他派了第一任的总督华山之计来管台湾平湖这块土地。华山之计是第一任的日本的总督，管台湾的总督。你不能看说我跟你说这个呢，我跟你说这个跟后面我要说有很大的关系在里面呢。1941年12月初7，日本天皇他所授权的首相来发动了到太平洋战争。10月初7派军舰去珍珠港，咱是讲偷袭啦，日本人无讲偷袭，伊叫做奇袭。奇袭的意思是讲哦，趁你唔知影去甲你轰炸。奇袭珍珠港。各位，这个代志到今日的位置啊，有一个争论啊，到底日本人你有给他宣战啊无啦？日本人讲有啊，我有宣战啊。美国人讲你无宣战啊，啊其实有啊无？坦白讲啦，若要照法律来讲，伊无宣战差半点钟久啦，伊拍电报。日本政府拍电报号，伊个大赛摕到了后，迄老伙仔行路，迄电影去做事安尼吼，行路足慢个啦。啊，行去个时阵，都挂伫无闲啦。日本的迄个美国国务卿也无闲啦，拢门等几波啦，甲即爿已经轰炸半点钟久啊。我甲你宣战，所以日本讲我有宣战，伊讲你无宣战，啊，即卖讲。这样的才是道理，你战术你就不要说，但是我跟你说哦，今天的台湾人啊，本土台湾人给美国人很气，我跟你证明给你看，为什么很气台湾人的？问题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不清楚呢，就是说美国跟我们很善良，其实美国不和你善良，美国和那个中国人尤其是蒋介石下卡迄阵人很友善，但是对本土台湾人很不友善。是安怎？因为台湾人可以闹开，
尤其是麦克阿瑟将军啊，12月7日，甲轰炸珍珠港。12月7日，台湾人为屏东出动百几架的零式战斗机啊，将克拉克菲律宾克拉克基地啊，全部歼灭，全部歼灭呢。所有的飞机伫迄个克拉克迄、那个机场百几架的战斗机啊，拢总甲消灭掉了，一架都无存呐。我会记哩，我永远都会记哩。我有去看日本人去拍这片的影片出来。麦克阿瑟哦，人伫轰炸的时阵，伊走出来看。哦，啊，这飞机是为着来，然后报告总司令，从台湾来的。伊讲不可能呐、啊，克拉克基地跟那台湾相差那么远，免啊来。日本人的武力，伫迄个时阵，咱坦言讲哦，是世界一流的。伊制造迄个零式战斗机啊，问题是迄个零式战斗没有防卫的能力，伊是用足薄的铝片啊所做的。迄个枪支一个啪啪就通过，啊，通过吼、哦，迄个排到度啊，驾驶员就跳起啊。但是呢，轻便、速度紧，啊，引诱个性。将克拉克基地规个拢甲消灭，伊也阁飞转来台湾，一架飞机都无损失。迄是麦克阿瑟家己讲的，伊伫个机密档案伊家己讲，伊讲即世人此生啊受到最大的侮辱啊，就是伊个空军啊去被，吼、哦、即、这个台湾的机，迄、那个屏东的机场啊，迄人叫做，伊迄人叫做啊，做高雄机场，其实是为屏东出发的，该全部歼灭。所以你甲看后壁以后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阵哦，麦克阿瑟含咱是非常对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的气愤的，但是对中华民国非常好，所以蒋介石才起一条高速公路叫做麦克阿瑟公路了。所以这条高速公路后摆咱来甲促销了，爱促销爱往这上面，爱往这杜勒斯高速公路了。真正对台湾的好诶是杜勒斯啦。除了杜勒斯以外，还有一个人了。上好的人是什么人？上好的是原来日本的一个首相。啊，日本天皇是不得不啊，对咱台湾人好了。因为是安怎？你知影吗？波茨坦宣言内底是讲，战争以后，即个同盟国讲，日本干来当保留四个岛的大岛，其他拢袂使。这是波茨坦宣言内底讲的，但是落尾啊，琉球奈去还给日本，1971年还给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有写一张批了，把麦克阿瑟求情了，伊讲你拜托你来给他占这个琉球啦，因为伊知影那阵琉球去给美军占领，总有一天会当来还给日本啊，果然无错。有的人讲琉球去公投，讲到底是要独立啊，是要变要还给日本？咱以前所读的册有写到这点，对不对？讲琉球经过公投，各位没有公投啦。迄讲公投是乌白讲，是白贼的啦。干那经过协商啦，这个协商是安怎？因为国际法内底有一个万国公法啦。万国公法有一个规定呢，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什么叫做神圣不可分割？哎，胡锦涛以前也捌讲过呢，江泽民以前也捌讲过呢，又讲一个神圣，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无？这五年唔捌讲啊，自从咱林志兴写这个战争法以后，伊全点点拢歪个讲啊。因为万国公法有讲，哪阵是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哪阵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啊，这话问题来了。生命法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简单来讲，就是这块土地有实施宪法，迄、那个国家有伫顶管实施宪法，迄种的就是神圣不可分割了。啊，若无实施宪法的土地。大部分，莫讲大部分，差不多拢是殖民地啦。
但是实施宪法嘛有可能是殖民地哦。但是若准实施宪法，就是100%你家己的土地的时阵的神圣不可分割。这世界有足侪的，比如美国甲西班牙战争，1898年战争，无一年就战输去啊，西班牙一下就倒啊。1899年签一个巴黎合约，西班牙将四个所在割让给美国，但是这个割让，这个1898年美西战争是为什么来战争？是为了古巴的独立，听好清楚哦，是为了古巴的独立。因为头前几年1897年，美国的国会有通过讲哦，古巴应该爱独立，爱因家己爱变成伊家己的国家，袂当和西班牙来改殖民统治。授权美国总统向西班牙开战，真紧啊，几个月啊，娘娘。迄当阵啊，他们讲啊，美国人哦真有野心啊。在迄个时阵的美国人，要阁是心内底要阁想要扩张领土的，所以西班牙从四个所在——波多黎各、关岛、古巴、甲菲律宾啊，马上挂号美国。但是这是为着古巴的独立所发动的战争，所以美国人真紧，经过三年1902年，马上和古巴家己建立伊家己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真散。所以才好，迄个卡斯楚啊，有机可乘，底下实施共产主义。啊，老百姓，迄当讲讲啊，啊，共产主义就讲啊，我老面有饭好食，大家人拢有饭好食啦。但是后壁迄句话伊无讲啦，我若无饭好食的时阵啊，大家拢无饭好食。啊，是讲我有糖食的时阵，我领导者有饭好食，恁若无糖食啦，这共产主义啊。所以。古巴真紧的速度来，这就独立，但是真紧啊，无甲一两年啊，逼一个卡斯楚的夺权，一直甲现主席，伊是永久的总统。这四个所在，波多黎各、关岛、甲菲律宾，菲律宾的情形是啥物？菲律宾啊，菲律宾人啊，头脑比咱较巧，安怎讲呢？伊讲一。台湾这个土地挂号美国，变成美国的土地的时候，菲律宾人家己组织民政府，菲律宾平民政府，而且伊这个平民政府开始跟美军作战。他们讲哦，美国以前就足强的，你敢和伊作战哦，是要真大的勇气呢。啊，但是好加在菲律宾有几千列岛，反正一定战输嘛，我只怕输我走嘛。啊，再过拍输，我去走嘛，永远都伫遐咧走。啊，走到尾啊，美国也挡袂牢啊。美国讲啊，来，讲来讲。1934年，参议院甲迄个民政府的头叫来讲，来，过来讲啦。因为殖民地主要就是要替殖民者生产物件，和殖民者占到便宜嘛。但是美国统治菲律宾的时阵，你会记哩无？咱是真细汉的时阵，咱就是讲菲律宾足好个有无？因为迄当阵是美国去甲统治啊，所以用美国的制度，啊用美国的市场，和菲律宾人有钱。1934年定一个法案，讲吼，我继续统治菲律宾10冬啦，10冬以后我放予你独立建国啦。菲律宾人讲好啊，但是1942年的时阵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真紧的速度让菲律宾占领。日本人有照国际法来底占领菲律宾哦，一步一步来去做哦。但是经过两年，1944年，马卡萨阁将菲律宾阁摕倒转去。迄当阵，马卡萨伊本来有一个讲跳岛政策，就是用跳的，要跳过菲律宾，要来先来攻台湾。但是落尾啊，本来。迄当阵的杜鲁门啊，伊是去讲要先来拍台湾，啊，才要来拍菲律宾。但是麦克阿瑟去甲伊讲，讲一点真久出来改变，先拍菲律宾。迄个时阵，哪准可比讲麦克阿瑟先来进入台湾啊？
今日无定台湾会死一挂人啦，但是未变作今日即款的即只遮尔啊惨的的场面啦。迄当阵日本嘛将关东军两上个上界强的关东军啊两个师调转来台湾呢，所以迄当阵日本战败以后啊，即个关东军要转的时阵啊，是队伍整齐呢，伊清查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标准呢。台湾人看到日本人伫撤退的时阵啊，是敢若差一个无甲拍破尔啦，人迄军容啊非常的好，甲去。一家人的码头，甲迄个高雄的码头去接到迄个中华民国来台湾的部队啊，是完全无同款的，伊家己无船啊，美国就派美国的船去甲接来呢，啊接来，接迄个敢么41师的款，迄是，那迄个部队哦，会当叫部队哦，台湾这种的吼，唔知要叫什么物件啦，穿的是破破散散啊，用兵搭啦，头前是搭一个。后生啦、啊，后边打一个迄、那个碗鼎啦，这种的部队讲是战胜国啦，所以台湾人去家人去迄个高雄去跟迎接的时阵哦，看到这款的情形哦、喔，大家拢倒单啦。你唔相信，你也问恁在座可能还阁唔知有人去看过啊无啦，但有个人有去看过啦，大家都倒单啦。看到日本，当时你知影哦、喔，因为军迄个船入来的时阵哦、喔。因遐中国兵啊，看到迄码头徛遐啊，日本兵啊徛一排吼、哦，无人敢落船呢。是美国人用脚腿伫遐后壁甲站一个才落来呢。落来以后，台湾为迄一天开始的治安歹去。1945年8月15日投降，甲这个9月70几天的内底，台湾无政府，台湾无警察，但是治安犯罪率是零啦。台湾人会当自治啊，会当管家己，会当管到足好个啊。但是自从中华民国来遮台湾占领迄一天开始啊，治安拢总歹去。这毋是我讲个，我毋是讲故事呢。我伫讲个是现主席个历史课本内底拢有写。当然恁读个历史课本甲我读个无一定共款啦。恁读个是中华民国出个，我读个毋是啦。问题是遮啦，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读得较巧的人就会晓想呢，奇怪呢，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台湾人是美国的未到的轰炸机呢，啊，全台湾到处在轰炸，大家密密麻麻，含那个总督府，就是现在总统府，也去给吓掉一半呢。啊，美国来给我们占，给我们轰炸，哎，啊，占领了中华民国，很奇怪呢。无人去甲想为什么啦？啊，中华民国日本谁甲你骗啦、啊？我们是同盟国，美国打胜仗，我们也打胜仗。其实中华民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了。伊是去哦，比日本甲拍卡四川，差不多过在边偌久，马上要消灭的一个部队呢。好，来讲到这，先甲停下。我过来讲慢。那个满清将台湾割予日本的情形，现在台湾这个土地割，你甲看哦，你甲研究这个马关条约，日本人叫做下关条约。马关条约割予日本以后啊，中国人是足干巧的。伊迄个马关条约内底所写是啥物事件啊？伊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偏哦。让与日本天皇台湾偏有的什么嘛？听好清楚哦，叫做管理权呢、啊，不是主权哦，不是主权哦，而且是永远的让与哦，永永久久拢你的呀，就对啦。哎，那永久拢你的，今日中国在你画，那是画什么意思啊？清朝伊讲永永久久。将台湾这块土地拢给你啊呢，但是不是给你，不是主权哦，是管理权给你呢。因为安那，因为大清帝国对台湾无管理权，是安那？你看看伊这块土地，台湾的正兵无去，为什么？因为伫大清帝国伫割迄个时阵啊，台湾这块土地西边啊是分作6个屯垦区啦。
中国人的六个屯垦区啦，东边这的土地啊，是原住民的啦。中国要求和别人的土地都挂挂给你啦，不怪这的原住民是莫名其妙呢。雄雄讲的，哎，啊，中国人入来了，哎，啊，这日本人是不三不四呢。日本人是入来是全台湾拢去甲你看呢。什么人要让你来阮家凊彩甲入来阮家来甲坐？我若无甲你邀请，我该要让你凊彩来坐吗？原住民绝对反抗的啊，戒严啊。所以日本人伫1895年以后，差不多70冬啊，是踢到铁棒啦，食到鸡啦。这个原住民哦，非常搞战争啊。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足够战的，一个是咱的高山族、高山族啦，非常够战啊。迄、那个爬山是敢那滴行普通的路同款啦，吃尽苦头啦。所以后尾有一个高山义勇军啊，这个部队替日本人伫南洋战争啊，英国也吃过亏啊，美国也吃过亏啊，因为这个部队啊。能够什么艰苦拢有法度食啦？你若无水好饮，腹肚枵哦，伊嘛挺好冻咧几礼拜，甲你食。所以1895年以后，差不多10年以后啊，这个日本人感觉冻袂掉啊。日本哦，伫台湾、伫台北开一个国际原住民的迄个地位的研究会啦，叫迄个美国住伫迄个厦门。一参议啊，叫做李先德啦，请伊来开会啦。啊，是安尼叫美国人来开会，因为美国人迄当阵和印第安人有斗争嘛。开会结论啥？台湾人，这个台湾的这个高山族，这个高山的这个原住民啊，没有主权，一旦甲拍。敢那是一块无人管的土地，什么人来个征服？战争法来叫做征服，什么人来个征服，就什么人的。所以日本在过十年哦，马关条约以后十年啊，用十年的时间呢，那个1915年才将全台湾统一起来。所以台湾人有主权，有国家的建设，是日本人做的。主权的建立，按照万国公法的规定建构主权呢，是日本人头一摆做。400年来，台湾人唔捌有国家，头一摆全岛拢总属日本政府的统治。所以，到迄个时阵，台湾才有这个所谓的沙文体，这个主权的存在。所以，伫1922年，2月初6。有一个华盛顿裁军会议，有九个国家开会。迄当阵全世界5个第一流的，迄、那个军队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名单内底有日本。其中迄个19条承认讲台湾偏哦是日本的领土。真早台湾偏哦都去予世界界承认讲是日本的领土。但是日本人。在马关条约下了后，他们也在烦恼台湾呢。你这些台湾人，第一，不要说日本话。所以马关条约以后，他有宣布一个条件，两年的内底，你这些台湾人，如果说我不爱做日本人，你可以财产卖卖，回去中国。他宣布以后啊，有，差不多1320个左右啊，卖财产。回去中国，但是1/3无到半年，搁飞倒转来。我中国我无多生活，台湾较好生活，所以才搁倒转来。在迄个时阵，在国际法的内底，即个台湾人是毋是叫做日本人 ？No， 敢那叫做日本的居民尔啦，居民尔啦，等于绿卡。啊，若要摕到日本的公民，就要安怎？那叫？俄多行贝，伊所讲的第四任的民，这个日本政府的民政长官，伊讲啥？
恁这台湾人一直想讲，日本政府对我这本土的日本人较好，啊，对你台湾人用殖民地，啊，恁拢无想，阮这日本人已经侍奉啊日本天皇两三千年啊呢，啊，恁这几年尔，上无恁嘛要经过一百年以后啊，恁才会当来甲阮同款来奉台日本天皇。人伊讲嘛，无唔对啦。啊，所以开始战争以后，1937年，日本政府改变伊的策略。1937年开始，甲台湾人讲皇民化，皇民化啦。啊，咩皇民化？也要讲日本话，啊，改日本姓名，你无改嘛会杀你。1937年开始皇民化，所以一步一步，日本的教育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改做落去。一直到1945年4月7日，这个是非常重要。迄、那个不是干那重要啦，韩美国人都超过伊，结果无看。日本人是因为建筑全个拢点点唔敢讲。1945年4月7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这个诏书就是讲，日本的宪法伫台湾实施，甲伫朝鲜实施。这个所在有人敢问呢？伊讲哦，啊，若讲伫朝鲜实施，台湾嘛实施。啊，那讲台湾人就变作日本的土地，啊，朝鲜也无变作日本的土地，就真简单，我甲你回答。因为马关条约，大清的皇帝将台湾片哦，这个土地的所有的所有权来割予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天皇宣布伫台湾实施宪法的时阵啊，这块土地啊，由黄土皇帝的土地变作日本的国土。但是朝鲜的不一样哦，朝鲜是1905年，朝鲜的皇帝跟日本的皇帝签一个合并条约，叫做并合条约。并合条约，日本朝鲜的皇帝将朝鲜的管理权调成做管理权尔啦，搞出来给日本天皇。所以迄当阵日本天皇也阁无朝鲜这块土地有所有权，所以。宪法实施以后，这块土地嘛，犹阁唔是日本国家的国土，因为殖民地甲领土的区别，伫迄个所在的区别伫遮啦。在这方面啊，我有完了一篇文章呢，伫解说遮个代志。这篇文章就是我利用尖阁群岛、神卡库，就是钓鱼台。来，你甲说明讲，台湾这块土地和朝鲜呢块土地，是安那一个变作神圣不可分割，啊，另外一个呢，要阁是伊的殖民地。你会记得哦，日本呢靖国神社240万的日本人供奉伫遐啦，台湾人有偌济人，你知无？3万多。啊，这个一旦伫迄个日本的天皇，而这个靖国神社。供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遐人拢是什么人？日本人才有资格啊！啊，朝鲜会使哩无？朝鲜迄当阵替日本战争以后啊，因为战争结束啊，遐人拢总行。遐朝鲜遐个朝鲜遐人本来伫内底，拢总日本政府甲伊讲拢总行哦，朝鲜，尤其是北韩呢，透过南韩行哦日本，好行哦朝鲜。所以伫这个所在内底。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就是美国政府到今日为止，你甲咱欠，还阁无爱甲咱讲，伊是拍算过2年还是3年以后才要讲的，就是台湾这块土地到今日为止，这块土地的主权实际上还阁在什么人的手头？日本天皇的手头。因为马关条约是清朝的皇帝。将台湾片哦挂予日本的皇帝，但是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是写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片哦的主权权利，啊，所有权是不是还有日本人的日本天皇的手头？干那主权权利放弃呢？有无？啊，即卖我讲奇怪呢，你比讲，你那拢点点，你那拢超工歪讲，伊伫算中国啦。
美国人老早就甲我讲过，你 radio 你这么久，这么紧就将这个台湾这个地位讲到这清楚，要创啥？我你稍等下，你先来，我是台湾人呢，我台湾人，你的判官嘛有写呢，我台湾人要生活在政治炼狱呢，政治炼狱是什么话？你知不知？你敢知道什么叫政治炼狱？恁伫投票嘛？恁台湾人是毋是伫投票？有无？你敢去投票？你嘛爱敢讲啊？你有投票无？有无？你是毋是足推的？我甲你讲哦，毋是干那推尔呢？你投票吼，你登迄个票啊，搁予迄个候选人，搁摕30块退去呢？全世界无即种的法律啦！你甲登票，伊去领30块。好算你那三十个，莫怪台湾要算，蔡英文要算啊，他也不爱算。我跟你骗骗的，我都有30块好领啊，那500个退成我都1亿5千万啊，我哪会不爱算？一辆30万呢，一辆30块呢，500万票呢，敢那500万票都1亿5千万的呢。我这个代志，我跟美国政府讲，美国我爱相信的，有哪会的代志？我讲你这美国嘛，你吹的，你不要看报纸吗？啊，那中文你都看无？我翻译给你看嘛，无怪，那你甲蔡英文讲哦，唔通选啦啦，停止选举啦，别选，有只好康呢。你若讲正路工，你来登票，要提高投票率，你来登一票，我给你30块，嘛较有道理，你讲对不对？什么你登票，给伊去提钱？你当时有想过这个是唔对的？咱大家捌想过无？你捌想过啊？你到今日为止，你感觉讲合理啊？可见，可见媒体的厉害厉害是啥啦？我无讲别他嘛，我讲实情实话嘛。有人讲老百姓去订票，候选人去，无怪我甲蔡英文因家人，你讲你唔通去选啊，立法院你唔能选嘞、啊，大家拢反对先啊。啊，去收就收哦，原来有这个30块啦。你甲看，这30块，那这候选人，这民进党，这候选人，大家拢嘛得了六个啊，对一个无？对一个无？你甲我讲，大家嘛有。那真真正正无爱摕中华民国的钱落来哦，是讲我林志兴尔啦。你会记得哦，最后的一任的迄个国民大会代表啊，末代国大，恁知无？讲有300个，你会记得无？我一人代表建国党啊，我冇调呢。但是头前的3天哦，要修宪3天，我宣布离职了。因为安那，我不爱领钱。迄个虽然做无偌久啦，但是要10几万好通领呢。你看偌好康呢，10几万呢，敢那我一个无领尔啦。迄人300个，民进党讲伊不爱领，台南的嘛讲伊不爱领，大家嘛讲伊不爱领。但是一个公布，嚯，地震刚刚领领了，国民大会迄个秘书卡花咧，林委员呐、林代表啊，只有剩下你一个没有领呢，我你中华民国的钱我不要了，那我们很难做账我差不多很难做账，你别创造拢记在你啊，我连我都歪念，那要真正讲哦，咱台湾人真正有欺骗的，我看嘛找无几个啦。真正找无几个啦，所以真济人拢伫表面上伫话好听尔啦。即摆就甲你讲，台湾人都爱转互台湾人啦。看到贵咧，我无骗你。咱台湾人转互台湾人是对，问题是讲，啥物是台湾人？万一佮讲我是台湾人，有无？我讲台湾人啊。总有一天，胡锦涛咪讲我是台湾人。咱都爱讲，我们是本土台湾人呐、啊。这是美国嘛，跟你讲啊，足清楚的呢。美国讲啥，但是台湾人遐读册拢袂晓看呢。美国伊讲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台湾关系法讲的台湾人是啥 ？The people on Taiwan。要是哦，那这两个叫人去翻译吼，大家拢翻译讲台湾人呐、啊。其实无同款呐。上海公报嘛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呢，人美国真正足清楚的，台湾人未清楚啊。
台湾人就是讲，迄拢是台湾人啊。其实，今日咱伫要发身份证，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甲咱讲，你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一种是占领者，一种是被占领者。啊，一两个人带到底要来公投，要来决定台湾的权利，我请问你咧，啊，你公投的结果到底是占领者的决定，还是被占领者的决定？不一定啊，两个人做一道啊。其实是要问咱比较名家，咱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啦？这些是社会正义、万国公法的规定。啊，那个较名家是什么啦？那是中国人呢，伊是流亡的中华民国的人呢，叫做难民啊。在国际法内底的定位是叫做难民。很主席，中华民国伊饲遐部队，即摆讲你退伍，退伍了后，你就起厝互伊住。啊，讲啊真好听，叫做眷村，迄不是叫眷村啦、啊，迄叫做难民营呐、啊。哎、欸，难民营不是我发明的呢。西藏流亡政府伫印度，伊所租的土地爱付钱给印度政府呢。迄眷村敢有付钱给咱？有无？拢无嘛，不是干那无呢？咱就搁改，即马讲起啊真歹啊。哎，那恁时间久，都爱搁改安那。甲翻新呢，翻新了，都爱给伊钱呢。啊，即摆给伊钱不要紧，伊若老啊，欠老啊，嘛是去中国阁娶某转来呢。娶某转来，伊若死，咱都爱付一半给伊某呢。你台湾人有这种的态度啊无啊？台湾人袂晓收啊。头拄啊，咱的中医大师你讲啊，讲因的表兄啊，过客啊，客几下摆啊，客袂过。绝对袂过的嘛？安怎讲？高考的名家是安怎创？你知唔知？伊甲你讲哦，中华民国有36个省，台湾是其中的一个省，一个省台湾省啊，调一个35个省，一个省拢调一个。中国人爱调35个，台湾人叫他调一个啦。你选考嘛，收袂过。观众伊讲啊，伊讲哦，啊，恁都袂去做，袂去参加特考，所以恁无做公务人员，所以你们不能享受18%。哎、欸，你敢有公平？伊调36个，啊，人搁较少，伊100万人，18个，啊，台湾人2000万人，调一个。你偌好考？台湾人袂晓读册吗？足好读册，我无甲你骗。台湾人头脑嘛足好诶，在座各位，我甲你保证，有一天民政府宣布执政，互恁来做主管的时阵啊，恁绝对会做现主席，中华民国的政府。内底遐个人啊，会比做因国较好。你有把握无？你无把握来看呢？你有把握无？一定爱有啦，啊嘛无台湾会害啦。所以我常咧讲诶，民政府若执政，咱个政府官员，互你5倍薪水。哦，有人就讲哦，唔通5倍哦，又叫咱退场，足反对。那会通5倍？其实吼、哦，5倍嘛无算啥，但是我要人要甲减较少个。啊，咱人个酒，一个酒是现主席个官司，才5-6个嘛，4-5个嘛。啊，4-5个薪水拢互你一个人，哪有够对？啊，你一个人爱做5-6个人个工课啊，互你5倍嘛。但是若贪污安怎？安怎？我唔敢讲了嘛，大家都唔敢讲了。安怎啦？我是要爱你讲，一直讲啦。你唔敢讲呢，吼，大家都唔敢讲啊，所以拢有迄个内心，拢有迄个蠢蠢欲动的一种欲望。各位，我这唔是讲笑咧，我是完全讲实在。有一天在座各位拢真有可能去，民政府派你去做政务官呢。啊，你若做政务官的时阵呐，遐事官甲你引诱啦。会甲你叫你贪污啦，啊你若无法度挡着迄个贪污，这个欲念的时阵哦，你就去啊啦。这边中华民国一个海关七度的低调，迄个关税，讲规个15个人拢钓着啦，敢那一个人哦，无爱贪污尔，15个拢贪污，敢那一个无贪污啦。咱即马民警有伫期待各位在座遮啊。
有一天咱这日政权的时阵啊，期待咱十个人就是做迄十五个其中，剩迄个无得要贪污的啦。啊，但迄无贪污的哦，防排挤呢。那无好的工课，拢互伊去做呢。各位，恁我都担当无？有无？较有勇气的啦。啊，无恁来真惊，你遮坐是咧坐啥意思？我唔知影呢。恁今日伫遮坐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你咧学讲，民政府若接到政权，你要安怎来做遮政务官？第二，你爱知影台湾的确确实实的地位到底是啥物物件？免讲你甲美国有阵仔谈判的时阵啊，坐咧甲伊咧讲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out， 你就死啊！这个人死的，这个人伫咧讲啥？谢长廷，谢长廷选举的时阵还未投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来甲我讲话。其实自从2006年十月二日，咱过美国政府以后啊，美国有四个单位定定都来，到即马为止拢安尼。迄当初我甲问讲，啊，你若无爱支持谢长廷，伊甲我讲啥？伊讲我们对谢长廷先生啊不信任，不信任呢？谢长廷甲我足好个呢。大同婚姻社是伊做社长的时候，伊甲我介绍，何把入去大同婚姻社呢？非常的，伊的英语名叫做 Care， 我就马上打电话改电了，我就去见伊啦。我讲哎 ，Care Care， 美国政府讲对你不信任呢，伊嘛惊一跳呢。伊讲啊，为什么？我讲你去美国访问的时阵，你是不是和人一个人，把你单独叫去一个房间内底？迄、那个房间内底有八九个人，含你咧讲话有啊？用你哪会知？我美国政府甲我讲，我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美国国防部部长，伊讲因拢无介绍伊什么人，伊就坐落去谢长廷就甲讲，阮台湾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阮台湾人是要建国，阮台湾人安怎安怎，一开始安尼讲，美国人开始不爱插伊，所以美国人较相信啥，马英九。啊，马英九，我问美国，到底伊的身份是啥？伊敢那笑笑，我袂当互用笑的呢，我马上甲提告，我甲告呢，全台湾无人去告马英九的啦，伫美国的法院啦，敢那我一个人甲告尔啦。啊，我告以后，地方法院有判决，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 CIA 知影这个代志，马上飞飞机来甲台湾甲我见面，伊讲哎 Roger， 不要再告了啦。我跟你讲原因啦，马英九是绿卡啦，伊是啥物绿卡？伊迄当阵摕到绿卡，因为美国的规定就讲两年半，佮加一天，会当由绿卡变成公民。马英九佮李庆安啦，为走去加拿大，为加拿大飞转来，安尼无记录啦。所以有一天啦，马英九转去美国的时阵啊，伊就马上会当变做美国公民啦。判决书我嘛有啊。民进党甲今日还佫你讲马英九的身份呢？有人去采取行动无？无啦。安怎讲？迄个爱钱呢？但是呢，以民进党来讲，伊哪有甚物？伊哪迄个迄撮啊钱，伊太无法度。但是以咱民政府来讲，咱足艰苦的呢。咱从开始甲今日为止，拢是大家落地啊提出来呢。来遮哩受训，背在大家各位伫遮哩困，伫遮哩食。我拢交钱呢，我唔是无钱的呢，我嘛拢交3000块呢。但你交5000啦，你头一摆嘛，但你若第二摆过来嘛，交3000块呢。所以，阮伫遮伫食饭，甲恁同款，完全合理。但是，大家拢同款有这个心，因为美国政府甲咱讲，人民政府这个训练，若有4000名，身份证发有伫650万份的是650万份的时候。我美国政府要将台湾的管理权交还你。我讲啊，你发这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创啥？伊讲这个身份证，你会当甲台湾人宣布，会当听清楚哦，免签证入去美国。我讲稍等，稍等，我唔敢，我唔敢安尼宣布。我敢会当宣布啥？我会当宣布，这个身份证唔免 interview。那唔免 interview 就太做啊咧。你知道 AIT
签未过的人一堆呢。但是我有小可相信你啊，安怎讲呢？咱今年旧年的九月七八办酒会的时阵啊，咱就印一个请帖有啊，咱有几个人摕这个请帖啊，我就甲伊讲，你摕请帖去吼，唔免 interview。但是呢，伊嘛是惊惊呢，啊，但伊有去试，有几个摕这个请帖，甲迄个 passport 拄起好看，果然无错，看咧无问题，你过诶，卜一个，可以啦，今天我们就派快递送给你。美国人最近嘛改变策略呢，伊讲啥？美国的签证即马分作两种人呢，一种是本土台湾人，另外一种是中国人呢。喂，唔是今日我咧讲呢，美国甲今日宣布，咱早早为第一期开始的时候，我都安尼宣布呢。美国政府六十年来唔捌讲金门马祖是属中国人的，最近才讲呢，你敢都无感觉？啊！十个人，我去甲门口，你甲问讲，啊，你讲的是真诶假的？啊，美国都无进一步的动作，我哪会无进一步的动作？金门马祖甲你宣布是中国人诶，啊，签证甲你分作本土台湾人甲中国人，啊，你讲我看不到美国人在台湾呢？美国政府甲咱要求升级，伫咱这栋中央。会馆顶馆升五级旗，你有去看无？恁来拢有经过嘛？有无？升迄个旗哦，嘛未歹呢。遐警察哦，无人敢一摆呢。大家拢啊，跳倒摆，远远啊，我有看啊，我摕你有看啊，偷翕相。今日搁较趣味，今日等喺大门口哦，停车了四五分钟呢。我伫等，我坐遐来等啊，我看伊敢一摆无？唔敢一摆呢，是安怎？顶边有美国旗啊，有这个占领旗啊，这五旗旗啊，你看哦，左边迄支是占领旗啦，迄支旗啊吼是九月七八，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国防部交予咱的，伊讲恁甲升这支旗，九月七八这支旗伫美国华盛顿 DC 世纪饭店甲升起来，第二支迄个台有一个台湾迄个话，迄个是 USMG 啦。U.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啦，但是美国军事政府这支旗以外，伊阁甲我讲，伊讲你买当用美国联邦旗啦，美国联邦旗吼，即马已经升起来，你明仔透早你去看麦啊，迄支是美国联邦旗啦，中迄个较长，迄无话讲，伊占领嘛，所以美国国旗，过来迄支，你嘛知影嘛，日本旗。是安怎？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外口是红红的，啊，迄、那个军、迄、那个美军的占领旗嘛是红的，是安怎？那两个口口拢红的，为什么？日本啦，美国伫甲咱暗示啦。九月七八迄个酒会，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送迄两张相片予咱啦，伊甲因讲，甲参加的人讲，用这两张相片你摕去台湾。交予你秘书长，伊就知影意思啊。美国足早足早就了解台湾这个土地叫做日属美战啊，属日本，还阁是属日本，但是美国军事占领。啊，所以外口有个人甲咱讲啊，啥物咱这是属于美属啦，凊彩讲讲的，日属啦，美属。啥那日属？头先我甲你讲互你听。马关条约，天皇得到日本土地，变作这地叫做黄土，皇帝的土地。皇帝才交予总督来去管，啊，总督做了无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输，所以就今天和平条约第二条听好清楚 ，Japan renounce 日本放弃 all A L L right title and claim。Right 无加 S 哦 ，A L L 是复数哦，后加 S 哦无加呢 ，Title 嘛无加呢 ，Claim 嘛无加呢，这三个拢无加，表示一下主权权利。这吉田茂第一出的那本册《The War in Japan》内底316页讲得足清楚，日本无放弃主权。这块土地就是日本政府要给放弃，伊嘛无法度放弃。安怎讲呢？这是日本的天皇的土地啊！
敢那是恁家，这个这间厝的登记的所有权是你的，是你蔡总理的。我请问伊的后生，上济会当将这个土地安那出租嘛？要甲卖掉，敢无法度？无法度嘛？安那所有权在伊的手头嘛？这么简单的解说的例子，你听就知影。但是是安怎到今日为止，台湾人拢搞不清楚。啊，遐独派敢唔知影？嘛知影，但是无爱超过伊，无爱了解，无爱了解的原因是自私。安怎讲伊自私？我讲证明互你听。这独派拄啊开始起心一下，伫日本，日本迄当阵1945年战败的时阵啊，伊伫日本。享尽荣华富贵，日本建书嘛，啊，伊上头甲台湾人同款，因为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时阵啊，足侪台湾囡仔拢哭甲呢，迄当阵日本人拢同款，拢哭甲密密麻麻嘞，讲嗨嗨嗨，建书诶，哎，过一礼拜讲虾米阁变建业了，中国人甲你讲建业，啊，大家嘛要做建业，虾米人要做建书诶，啊，所以伫日本的时阵，讲我建业，啊，对日本啊倒卖。乌市倒卖，占占尽便宜，遐、啊、人即马倒来伫台湾变做台湾独派。伊即马人讲会害啦，啊我呐去叫恁民政府去讲讲诶，啊我以前伫日本诶所有好处是毋拢无去，自私啊！遮尔啊侪年台湾互迄阵人哦，害甲实在是半小时啦。迄阵人害啊无要紧诶，我嘛无咧惊讲因一干干嘛讲我诶歹，有啊，真主张。2006年开始啊，我写足侪文章啊，好嘛，我是排山倒海出现了，但是最近较少啊。我妈妈有一天你就知影，因为即摆我婆婆也知影啦。你个妈妈讲我是骗子，我是要骗啥？啊，你若讲我骗子嘛，无要紧。你敢讲我的论述对几样，甲你骗？我有敢无叫恁来募款？今日为止，民政府无甲人募款呢。足侪人去讲吼，奇怪，啊！你民众我拢无无款，啊，办遐尔啊济活动，办遐尔啊济代志，啊，自位就来。七月初是旧年，咱伫美国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设这个办公室，到今日为止还阁伫咧呢，迄一个月几啊万呢？伫美国华盛顿 DC 的大使馆的区域呢，足大间的一间办公室呢，内底。有什么设备呢？有咖啡厅，有 reception room， 哦，啊有迄个办公室，啊嘛有秘书，啊几啊万呢？我问你，在座各位啊，恁敢有捐钱，予咱去设迄办公室有啊无？拢无嘛？我嘛无呢，阮家拢无呢，奇怪，毋知钱位倒来，天上掉下来，你家己去想啦。今日因为咱的法律正确。咱行法律的路，会当利用法律来告美国，这支宝剑，美国足惊啊！美国好歹伊是三权分立啦，行政、立法、司法。咱民政府过去敢那两权尔啦，行政甲立法啦。最近恁若看到这本《公民权利法案》，有加一个司法啦，你有看无？这个司法，阮最近就咧想，李庆安。竟然去给他判无罪，嘿，这个真好呢，真好呢，安怎讲真好？咱民政府啊，的司法院啊，我咧想讲第一个案件就来将李庆安的案啊重新审判。我跟你讲，稍等呢，稍等，你唔能讲马英九，马英九身份是绿卡。美国政府其实还在保护马英九，他最讨厌不是马英九这个人，他是最讨厌马英九旁边这些人，吴伯雄、啊、连战、啊、这些旁边那些人才是要出卖台湾的人，台湾这个土地只有本土台湾人才有办法出卖我们台湾、啊、民进党是怎么这么扯，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写什么，咱的名，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是不是？啊，所以民进党就是啥？中华民国民进党嘛。中国国民党还好呢，中国国民党，你敢看，你就知影讲，伊叫做中国。啊，民进党甲你骗，
伊表面上讲我是台湾人，但是伊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诶民进党啊。啊，中华民国甲中国有啥物区别？意味有一样啊。啊，所以邓佩哦，啥物人拢共款啊。问题伫遮啦，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口敢若几百万啊，伊嘛互苏联占领，苏联嘛甲你办与选举呢。咱即马选举要阁毋是美国办的呢？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办的呢，啊！恁大家去甲邓票，予中华民国继续延续伊的寿命，啊！恁台湾人毋是害死你台湾人家己吗？头拄啊，蔡总理讲啊足客气啊，我要甲你讲实在话啦，爱拒绝选举啦！咱若阵选票有啊，降到5%以下、50%以下、49%就好啊啦！我嘛要甲美国讲，台湾人无你支持中华民国的啦！啊，中华民国蔡英文都会晓讲是流亡政府。啊，妈，请问你，流亡政府下骹迄句话是啥？答对了，你即摆上过课哦。我摆看册哦。讲到看册，我要阁推销我迄本册。你敢若上课无效呢？我甲你讲啊，迄本册你若无通哦，《新台湾论》哦，我骗你呢，《新台湾论》，你若去外口买买。你家己去买一本要1000块啦，敢若你学员哦500块会当摕呢，学员才有资格摕这本500块，啊家己爱读，无你读你三天以后吼，你就袂记啊，你听听笑笑的，拍啊拍拍，哎，我伫想啥？这毋是我伫讲，我阁甲你讲啊，秘密啦，不过这是伫传播啦，传播嘛无要紧啦，我甲你讲啦，今日日本的交流协会啊，来去讨文章呢。因为3-4个月前，希拉里透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来甲我讨南海论述啦，南海论法啦。因为伊讲哦，你台湾人哦，这个恁台湾人有伫研究这个台湾这个周边这个法律啦，啊无你替我入美国来写，写了后，顶个月希拉里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呛声，你中国。若要讲南海，即个土地是你的，你要提出证据来。而且你要伊要照南海即个土地要解决，要用国际法，你袂当用历史。啊，若讲历史不得了呢。阮阿公哦，过去两条，迄前主席的，我到你兜人，迄太平洋两边拢阮兜的呢。啊，若历史迄拢阮的呢，敢会当安尼讲？袂使的嘛。所以。咱要知影，国际法、万国公法是真真正正，予台湾人行出咱家己的路的一个足要紧的国际法。万国公法，你唔知道，你有捌听伊讲无？但是我相信你若捌看迄个亚洲日本人啊，有一个20几岁、29岁叫台死，恁知影什么人无？坂本龙马。坂本龙马，伊甲幕府将军讲，伊讲咱日本若要抵抗这个西方这个侵略啊，一定要爱照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拄啊开始是法国人写，但是后尾也是美国人家整理发表。万国公法讲啊真清楚，尤其我你讲神圣的领土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这是万国公法的这个规定。神圣的保，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伫国际法内底有迄个例无？有哦，马关条约哦，马关条约清朝上台将辽东半岛挂予日本哦，辽东半岛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所以有三个国家出面啊，意大利、德国甲这个苏联出面啊。我说：“小等，迄块土地你袂当共割。”啊，所以日本人讲安尼无多啊，啊，这国际法有规定啊。好，我清掉，我先我清掉啊。啊，先我清掉，但是清掉啊呐，搁赔啊，赔一个3000万两。啊，但是呢，日本讲安尼好啊，啊呐，迄块袂当割吼，啊，无你摕一块会当割的土地来甲我补啊，看看。台湾啊，反正台湾都不是伊啊，一半尔嘛。别人诶，拳头要听好蒸石仔啊，就是这个例啦。用台湾给日本啊，啊，所以咱台湾啊嘛是真好运啊。
这个台湾交好以后吼，日本用这尼啊短时间呐、啊，建构台湾主权，啊无已经台湾人无主权呐、啊。日本建构了主权以后，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但是今日有咱这个发现，咱是让保护咱台湾。各位，我跟你讲，台湾这个土地绝对袂靠中国提起，百分之百，不是九十九，百分之一百绝对袂。安、啊、你无欢喜吗？绝对袂啦！你免烦恼，我跟你讲，绝对袂啦。我明仔载后日啦，后日咧课哦，我跟你讲，迄个军事甲迄个经济。来讲，哦，要是话中国，即美国怎么欠中国欠足济钱的呢？啊，欠遐钱会将台湾卖掉啊？哦，我中国的武器怎么偌好嘞呢？迄种，我先这两个代志，我伫后日迄节课我再来讲。我即要先甲你讲这历史的代志，历史的代志爱先搞清楚啦。今日你若知影讲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要搁伫日本天皇的手头，你敢若有即句话，我甲你讲啊，台湾现主是所谓国际法的，即所谓的博士啊，拢毋是你的对手啊。你若即本读他的吼，我当听我甲你讲，包括亚洲啦，美国我毋敢讲啦，绝对遐读国际法拢毋是你的对手。美国嘛有足侪本土的国际法的博士呢，因所看的无将战争法。无将万国公法放喺内底，敢若用一般的国际法，用一般的国际法咧解说台湾的地位啊！我甲你讲，敢若是咱解说六成尔，六成而已啦。啊，六成的时阵啊，讲到一半吼，会矛盾呢、啊。啊，矛盾伊毋知要安怎解说，啊，毋知要安怎解说啊，家己编啊，可比讲啊，有人读国际博士呢，真有名的博士呢，我以前嘛足崇拜呢。伊安怎讲？台湾因为经过选举啊。自然演变为民主国家，自然演变。我拄啊开始我看无诶，这么简单呢？自然演变成为一个国家，全世界有迄落例吗？民主选举有民主，还有选举，安尼就当自然演变为国家。啊那安尼哦，全世界所有人拢是国家啦。明仔日哦，咱这栋大楼哦，实施民主选举啦，那么变一个国家嘛，我袂变只变联合国啊，迄拢唔对啦。我问你咧，国家的条件叫蒙特维多有四个对不对？你拢知影嘛？你大小学咪小学，初中才有啦，初中有读过对？有啥？人民、土地，啊个啥？政府，啊个外交权。五级塔铺设四个的，就是一个国家，对不对？各位，蒙特维多有一个缺点，伊未记咧将战争法内底占领中的迄块土地啊，含这四个条件啊，符合的时阵是咩啦？敢那加沙走廊啊，以色列伫六日战争将加沙走廊占去，38年以后撤退，安那？照道理来讲，加沙走廊以色列佮占领六日战争佮占领以后啊，有没有人民？有啊。有没有土地？有啊。有政府无？有啊。啊，外交权嘛？有啊。非常完整，是一个国家。不对嘛？占领中袂当用这四项。今日台湾这个土地是占领中袂当用这个四个所在。另外，我佮你说明，台湾的人民为对来。台湾有人民不？没有啦，法定的人民啊。你别当讲，你别路你行，看到站的查某讲啊，这里是外国，这是我的太太，敢未使？会使哩不？查甫那无要点头，无要摇头呢吼，吼、哦，那心存不良呢。我甲查某叫来讲，哎、欸，这是外国，你人另一个讲啊，你结婚证书嘛摕出来我看。同款嘛，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不是中华民国的人，是为对来，你敢不知啊？1946年1月12日，伊用行政命令讲，为1945年10月25日，日本投降迄一天，全部的台湾人集体规划做中华民国的国籍，迄、那个国籍无去全体规划的啦，
后迄全体规划没有这个例子啦，所以英国甲美国三届白皮书讲 no。迄当阵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未签，台湾人不一定是你中华民国的国民。旧金山和平条约签了后，台湾这块土地无交予中华民国，所以土地无予中华民国，土地嘛无交予台湾人民，所以台湾土地没有人民。这块无这块土地，无这个人民，啊，政府是流亡政府。啊，外交权，迄是中华民国的外交权，中华民国的外交权拢是用买啊。即马最近因买甲，讲听讲有三四要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甲讲 no， 伊安那，伊足惊中华民国去无去啦。伊即马宅男这套理论吼，啊，中华民国伊核心啊，这个维护中华民国啦，啊，够趣味嘞。所以即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咧保护中华民国呢，啊，咱这些选举怎么都保护中华民国呢？台湾人嘛是同款嘞，你个选举就你保护中华民国，唔通好无去哦。其实中华民国若无去，台湾人未出头天啦。安尼听有无？但是你今仔听有，你明仔就转去哦。恁厝边隔壁甲你讲啊，你又无去啊？啊，迄咱隔壁，啊，平平台湾人哦，啊，人迄长都甲咱送啥物物件，你无？啊，无啦，咱规家六张票，啊，两票可以啦。台湾人足暖心的啦，安尼等等的了，大家生活伫袂得过哦，啊，佫开始臭干辣椒，啊无效，佫四年佫过啊，啊佮四年后，你就愈来愈老啊。即摆中年人足侪拢无头路啊，你袂感觉吗？你不会觉得吗？恁这人敢应该无头路的吗？哪阵是台湾民政府，我甲你保证，大家人拢有头路好怎做？爱做呢，爱做头路呢，唔是爱食头路呢，唔是讲坐到厝下就有钱呢。你唔通讲哦，啊，等我身边人嘛同款，咱哦一定爱去食头路才有钱呐。但是迄个时阵啊，我听你讲，民政府第一条的政纲是啥物点呢？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年满18岁，政府免费送给你一栋厝。啊，你来不拍破啊？你拍波也嘛唔对呢，你爱甲我问呢，职位倒来，敢是？你拢无咧看电视呢？我咧讲这位讲几下摆啊？你拢无咧看我的电视节目呢？职位倒来，啊？因为台湾民政府呐，执政以后，咱要果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所有查甫的拢免做兵。所有人唔免交税金，唔免交联邦税，而且咱这人若要去美国，唔免签证，等同美国人。啊，若要去美国做生意，我们免税呢。我甲你讲哦，到迄日讲哦，我甲你保证哦，所有的美国的大型公司，拢要伫台湾来设分公司啦，免税。全世界无人咧爱交税啦，听到免税，大家拢想先走来。啊，走来以后啊。台湾这块土地啊，有足大笔的收入，你拢唔知影啦。租金啦，什么租金？夏威夷你知无？夏威夷伊的观光是全世界上人上过侪啦，一天是几啊百架飞机啦。夏威夷你若徛伫遐，我夏威夷住几啊冬啊？我就是住伫遐哦，上过头，轻松哦，才会无代无志走去中国去投资下。夏威夷吼，你若徛伫遐，安尼甲看，所有的人，10个人吼，8个人是外地来的啦。啊，有阵我嘛算讲真好啊，因为我移民啊，走去美国啊，夏威夷啊，22度呢，啊，风景有够水呢。恁敢麦想着讲，逐天生活目睭配金好，风景有够好，啊，头前就是游泳池安尼，啊，物件拢足俗的。遐日本来遐观光客拢真好骗，我来讲实在啊，卖讲日本的观光客，台湾去嘛足好骗的，看到啥拢好，啥物话都买。但是夏威夷真正收入第一名是啥物物件？租金啊，啥物租金？伊的军事基地租予美国政府的租金呐、啊。
占50%。你无迄个观念，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政府啊，伫台湾啊，伫甲咱用遐土地啊，拢是运动的啦，伊讲要爱国啦，看到鬼的。咱是咧爱哪一个国？爱中华民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的是美国，所以美国人是迄个时阵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对不对？你免烦恼啦，美国人无听到啊。啊，美国人甲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对不对？所以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所以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对不对？今日台湾人摕中华民国迄顶帽戴伫咧头壳顶。啊、全世界都在笑，没有错啊，没有错啊。WTO 是用什么名字入去？你敢知啊？用独立关税领域还是分离贸？那个关税用关税领域去细的啦。关税领域是什么意思？占领地啦，这是伫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判例啦，美国。美墨战争的时阵啊，美国占领了墨西哥的一块港口啦，还当为着迄个税金要交，啥物人搞不清楚啊，所以伫美国提出诉讼。美国的最高法院创造一个独立关税领域啦，对，占领地叫做独立关税，这个代志含李登辉都不敢问啦。你奇怪、欸，啊，蔡英文提签的迄个 WTO， 啊，美国人哪会叫咱讲用一个独立关税领域的迄个名称是为着来的？我。啊，蔡英文搞不清楚，蔡英文不知道呢，所以蔡英文迄当阵，迄、那个唐飞有无？有讲一句话，刚讲一半尔，你们要注意无 ？WTO 迄个国家是啥物人？你帮忙咱的迄个国家是啥物人？是美国啦，不是中国啦。迄是，较别讲是一个机密啦。所以蔡英文一直甲唐飞讲啊，国家机密不能乱讲，有无？伊惊一个啊，唔敢讲啊。那是美国，你跟蔡英文说你们要用独立关税领域入去 WTO， 那就是占领地啊。今天这些事情，林志兴我们这个 group， 我们这个台湾民众都总非常非常清楚。他们说美国、哦、真的吓到了，美国真的是派来跟我们在说，美国的 CIA 国家安全会议 国防部国务院都来跟我们说，他们也很怕我们。奥巴马上任的时候，第一项代志问什么啊？你知不知道？迄六个小组的开会啊，国务院遐、迄 FBI 遐六个开会的时阵，伊第一句话问讲啊：我拄拄啊说做总统，啊都有人甲我告咧。啊，这个 Roger Lee 是啥物人？有台湾人啊，啊专去叫迄个华盛顿 DC 的台商会长去白宫，甲问讲这人啥物人？伊讲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CIA 就下令开始吹。很厉害呢，阮家的电话他找得到呢。我不敢说阮家的电话呢，我有一天我电话接了 Hello 上台喔，把我闹一句啦，我想我日本的朋友呢，啊看你这话什么人，哎闹闹一半都说英语啦，那英语说台语啦。我说抱歉，你什么人啦？哦，你必须 identify yourself， 你要证明讲你到底什么人，我才要跟你讲话。你哪有我的电话？伊就去笑，伊甲我讲四个人，你去问啦。郭宽敏、陈唐山、陈仲谋、甲黄坤浩，啊，这四个我敢那捌两个啦，我捌黄坤浩甲迄个郭宽敏啦。啊，所以我去找郭宽敏啦，因为我去甲伊甲我讲阿米塔吉，美国的副国务卿。和郭宽敏在那个机场里面讲的一些事我不能说就赢了，我跟郭宽敏说，他也怕一跳、啊、你怎么知道，美国政府跟他说、啊、之后郭宽敏和黄坤浩两个人跟他介绍丹东山跟陈仲谋，陈仲谋是到底他是法的，但是他是读行政法，他说、欸、我有兴趣，你的文件拿来给我看，我看看，他说、哦、这真好啊，啊这对啊，啊我愿意加入啊。这样之后他来做我们的首任的台湾民政府的主席。这个台湾民政府是怎么设立的？是2008年2月2号
由七个政党联合组织台湾民政府，为伊讲起来，起来以后马上向194个国家 announce 宣布，我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两个国家甲咱回应，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迄巴布亚新几内亚迄个是荷兰啊。巴布亚新几内亚伊是新几内亚这边的国父啦，啊伊去带迄个巴布亚迄边的查某囝，迄个公主啦，啊两个结婚，咱两个变作一个国家，啊足趣味的吼。啊，两个变成一个国家以后，伊甲我讲啊，我们可以承认啊，啊，但是即马中国一年还2000万美金呢。我来讲着钱哦，我安尼啦，后摆啦，民政府有法度的时阵再甲你协助啦。啊，佫一个是欧洲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啦，迄、那个小的国家嘛有一个真趣味呢。写 email 来甲我讲哦，我要甲你承认也可以呢。啊，你嘛替阮这个国家来研究阮的。阮的迄个国际地位的，我拜托的，我敢研究台湾的已经袂赴啊，佮研究你的，我无迄个功夫啦。啊，两个国家，啊，即嘛第三个国家参政啊啦，日本。伫今年的4月28，咱民政府去甲日本递送抗议书，替上做代表。日本政府甲咱回批，这个回批内底，头前就写啥？台湾民政府。这是第三摆，台湾民政府这五字啊，出现伫国际正式的地位啦。这才是你爱拍破的时阵。台湾民政府拼真久呢。咱今日为止，你唔通想讲，咱今仔日受训，啊，清清菜菜就好啊，啊，无受训一天就好啊，就甲结束起来。我嘛足爱呢。我唔是，你当然，咱大家拢困伫遮啦，困喺房仔厝啦，房仔眠床啦。我为着要甲各位拢同款，因为咱无足济碰床，好通大家人会当困碰床嘛。我嘛是困迄个房仔厝呢，我是袂习惯的，我从细汉唔捌困即个房仔厝呢，困到吼，即个啊，做骨头拢要酥去呢。但是无法度啊，美国政府要求啊，我嘛爱讲一工就好啊，啊何必就来遮，啊我就来去。高雄演讲来去台中演讲，安尼拢算民政委人，安尼会使？袂使，歹势。这三天就是门槛啊。三天以后，美国政府讲，你代表叫咱送予这个人一面的美国的国旗，但是又特别有交代啦。送国旗，你也给大家交代，你唔通用德国要甲挂。你听有意思无？因为台湾人足爱用德国吼，安尼摕咧，安尼凊彩就甲挂咧。美国国旗，伊讲吼，千万不可以拿安尼吼，你拜托你甲收倒转来。所以恁家己吼，人送你国旗，你家己时间你也家己准备啦，啊合理啦，对不对？啊当然啦吼，本来咱是你美国的送你美国的国旗吼，咱本来民政府吼，伫鼓吹讲咱大家爱买迄两支旗啊吼。自从美国政府送迄两支迄个美国国旗以后，咱迄两支旗啊，啊说变做了无人要买呢。啊其实。AIT 若成立不顺啊，迄、那个占领旗哦，美国会甲挂出来，伊甲答应讲要挂迄支旗，所以嘛讲要求咱所有的人爱将迄个美国的军事占领旗，甲咱的平民政府这支旗，这三支甲挂出来，这三支甲挂出来啊，真好的用途，你敢知影？我伫顶期吼，顶期咱受训的时阵呐，就是8月12日啦，迄当阵啊，原住民。在新化的一个林业区啊，原住民有35间厝啊，中华民国法院判决要甲拆掉。12日时阵，甲讲公文哦，写字了要甲拆了，今日啦，今日要甲拆了。我甲讲，你来受训，伊万长老哦来受训。我甲问两个重点尔，我讲第一。你这个西拉雅族这35间厝是什么时阵在那个所在？是在1945年以前还是以后？伊讲1945年以前，日本人在那个时阵叫伊去过那片山林啊，啊有甲伊交代，
树仔要厝哦，爱错两公尺高，袂当规含金拢哦。迄当阵有一个真大诶怪物，怪物你知？Hinoki 的林园足大诶，但是中华民国一来拢错了了，含金拢无去啊，所以土石流一干干毋知发生。日本人叫因去顾遐森林，拢有钱互因。中华民国一日来讲，伊家己画土地，画讲呢，啊，这土地讲变作因家的啦，变作是中兴大学的啦。我讲你叫伊提出来，啊，落尾啊，咱有替伊去创，咱有咱迄个司法代表，咱的司法大臣啊，林永成啊，明仔有伊的课，伊就去申请。我转伊讲，你这代志拢互我了解，我要甲美国 CIA 讲。所以十天前，我正式打报告，我甲美国正式甲伊讲。我讲这个情形，这个厝三十五间厝的原住民是1945年以前就有滴咧，但是你中华民国来占领台湾以后，这块土地改划作伊家己的伊的土地，这是无合法的。啊，要讲拆，法院嘛宣判呢，讲二来要甲拆呢。所以二一，咱甲这个叫做吉元兄啊，咱的总理大臣啊，咱的迄个副主席啊，咱这些人拢总去。我有甲伊讲，伊还佮你烦恼咧。我讲我甲你讲啊，我估计袂拆啦，因为我已经甲美国讲啊。果不其然呐、啊，二三我就知影好消息啦。这一注啊，债权人的中兴大厦家己去撤销告诉啦，家己呢去撤销告诉呢，啊无已经判决啦，要拆。你啊厉害呢！有这张迄落呢吼，这张吼、哦，台南地方法院吼、哦、民事执行处函呐、啊，伊讲因债权人撤回执行了、啊，上开执行应予停止了、啊，停止啊！我毋是今日讲呢，我二一去的时候，我个东民大遐个原住民大家讲啊，我伊昨天甲你听，你将迄个民政府迄个机啊甲挂出来，将迄个军事政府迄个机啊，啊就是遐啦、啊，啊这现场啊。有啊，有甲挂有两番啊！我讲你民政府这支旗啊，还阁袂当甲挂，因为你无来受训，你袂当甲挂迄支旗啊。你若受过训，我即要互你挂台湾民政府迄支旗啊呢？所以你各位啊，你毋是讲伫遮坐，表面上看起来敢若没有什么啦，但是你取得到的资格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美国政府送你一支美国旗，美国军事政府送你一支美国，有几双诶？军事政府的旗，迄支是吼美国交多样，予咱来做的。两面一面啊300啦，啊两面啊算500啦，啊算咱较贪财啦。但是是安怎？坦白讲吼，恁伫遮哩坐，遮桌仔椅拢爱开钱，你知毋知？你讲看这地板，这地板拢新搭的咧，电风是退上上的啦。哦，对啦，安尼有感情啦，对吧？哦。啊！但是今日风足大，你电风无啥用得着。我唔是讲过河拆桥，唔是这意思啦吼。各位吼，咱一只你来看吼，受训三天，食超了10顿，你知唔知啊？食吼，有人吼，讲受训了，讲等于讲加3公斤啊，3公斤的惊，所以吼，我见面啊，我变做来，他们讲我无啥敢食，因为吼。我若安尼食一摆3公斤哦，我不得了，我吼、哦，我已经足大箍诶。其实呢，我嘛无滴无啥食哦，啊，都拢一直大箍起，毋知变安怎才好咧。哦，无运动啦。哦，啊对啦，我嘛知影爱走啦。但是哦，啊，国美国政府佫甲我讲哦，讲爱叫我爱注意安全啦，因为即马来吼、哦，我是中华民国视为眼中钉呢，是足厉害了不起呢。中华民国视我为眼中钉呢。国民党视我为眼中钉呢，民进党视我为眼中钉呢，台独的视我为眼中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视我为眼中钉呢，美国政府视我为眼中钉呢，我拢得罪了了呢。但是吼、哦，我真勇敢，啊嘛真有决心啊，因为我讲的我行的是拢对的，我经以前做到今日，所有所讲的预测的，拢总全部都达到，还够足济。我若甲你讲，你拢绝对不相信呢。你是中华民国的部队啊，迄、那个 logo 拢拆了，你敢知影？中华民国，我伫讲的时阵吼，无人相信呢。
大家想讲，迄个尤其第一届迄阵，大家讲敢有可能中华民国啊，听你的话，将迄个路网切切掉，啊，陆军切掉，海军切掉，啊，飞机拢切掉，敢有可能？事实证明，有提掉无？这是三年前甲美国告，甲美国讲的。你美国政府，你希拉蕊，你敢讲？你讲哦，恐怖组织啊，符合三个条件，拢叫做恐怖组织了。第一，恐怖组织不是国家呢。我请问你，中华民国，你甲你美国讲的不是国家。第二，这个恐怖组织啊，有武器，啊，你美国提供武器给伊啊，所以他有武器啊。第三，恐怖组织啊，在当地征兵。哦，中华民国麻烦啊，标准的恐怖组织啊，你美国哪会歹处理？这个卢瑞去吼，佮讲台湾人袂当做兵啊，我予伊占领，占领者哪会当叫被占领者去做兵？我要效忠什么人？我们要效忠谁？你做兵，你是效忠谁？你效忠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你的敌人，你甲敌人效忠吗？迄拢是错乱啊，台湾真正拢错乱啊，啊，你中华民国叫咱去做兵，我甲你讲吼，这些做兵这些小我现在还不爱讲，是还是美国你要赔呢？你说你是替中华民国做兵，你怎么替我美国？他是在你这占领呢，中华民国是你的律师同样呢，你怎么叫我去做兵？你给我占领，你没叫我去做兵的事情啦，没那个道理啦。美国把伊拉克占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做美国的兵？没嘛。美国把这个琉球托管，敢有叫琉球的人去做美国的兵？没嘛。啊，你就把美国那琉球去美国托管以后，琉球的人要出国要怎么办？是美国军事政府的琉球民政府提护照给伊呢？那个护照是美国军事政府发的呢。今日台湾人嘛是同款，咱爱提美国军事政府发的琉球同款的护照甲身份证。所以你就是讲，咱咧发生的是咱头壳无好去收着的啊，无迄个代志啦。咱是完完全全照国际法，一步一步来行，一步一步甲完成。今日美国讲爱受受训四千个，咱今日800几个，他们讲哦，做甲足艰苦的，啊，无人要，恁拢无要斗三工啊。好的人才，唔是讲叫你乌白叫哈，你免路边叫来讲，啊，你来受训啊。好家仔是爱收5000块，我甲你讲，啊，若免收5000块，才听客满，逐工都你免满。好家仔讲吼，你是遮大，种一担有成本嘛，啊，你食十担嘛，爱交一寡钱。啊，若民宿讲交5000块两顿啊，拜托诶，是非常的优待啊啦。所以呢，咱今日伫这个所在你受训，唔是讲无代志叫你来。我嘛足无诶，我无甲你骗，但是无法度啊，因为要将这每一个人要甲划过这个门槛，要来做民政府的政务官，这个门槛爱甲划过去，啊，毋是敢敢划过尔，恁爱主动甲恁的州的州长联络，这个州的州长联络要创啥？讲较白，爱博感情啦，啊，有当时啊嘛爱倒转来遮，搁再来受训。尤其是礼拜，你若讲无时间，无你礼拜来嘛，礼拜下昼时的第一节课是我的嘛，当然有真多人足爱听，逐届来拢有新的消息。礼拜当参加，礼拜来参加交1000块，这嘛合理啊。当然1000块是咱有小可占便宜啦，哦，吃一顿人啊嘛，有占便宜啦。但是虽然是占便宜啊，就是互咱批一段嘛，无够对。这批不是第二外落地啊，不是第二菜园落地啊嘞，没有呢。哦，这爱大家爱讲个清楚，因为坦白讲吼，咱即马办到即马已经啊做一般吼是13届啊。啊，原住民呢第一届，即马后礼拜后礼拜12月11日，啊不是9月11日是第二届迄个原住民，啊这个夏令营呢是即届第4届。安尼办办的嘛，才有10几届。即马这边的夏令营哦，这个暑假加起来差不多70个，大学生来受。这70个呢，
咱是拍算伫九月份啊，要甲大人集合。民进党台北市东部以前的主委黄庆麟啊，啊加入咱的团队啊。伊呢来咱的团队，伊啊已经来做这个副主席。咱这个民政府呢有一个主席，照道理来讲有六个副主席，但是即马有四个，一个伫美国，一个还去日本。啊，台湾这个本土内底三个，佮加一个原住民的主席，都有六个主席、副主席，这是咱的结构。啊，咱这个结构以后叫六个州，六个州有宜花东州、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原住民州、澎湖含迄个高雄啊合并。啊，这个州内底有州的内阁，有州的参议会。中央有内阁，啊有参议院。州除了着内阁以外，还佫有郡守，还佫有市长。台湾319个乡镇拢总变作市，啊，即个市有几个市有合并变作郡守，这拢是日本时代所留落来的名称啦。所以咱所有的内阁拢叫做大臣的原因伫遮啦。咱台湾拄啊开始的时阵，美国嘛讲，我要甲你协助你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来建立恁台湾家己的主权，建立恁家己承认的国家。因为你台湾人400年来，从来唔捌建立过你家己的国家，所以你唔知影要怎划国家，讲了完全正确。咱唔捌划过国家嘛？咱过去的国家是啥物？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去给夺伊的政权，啊来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这个国家嘛？迄不是国家，迄不是咱台湾人的国家、啊。所以美国政府讲，我要帮忙你本土台湾人建立你台湾人家己的国家。啊，有的讲啊，中国也无欢喜嘞，你免烦恼啦。我明仔载，我后日会甲恁讲啊，足详细，互恁知啦。伊唔敢叮当啦。啊，中华民国会对咱叮当嘛？嘛袂啦。CIA 有敢讲啊，足清楚的。我听这种容易啊。我唔是咧，我别我拢容易啊。CIA 讲啊真清楚，我有甲中华民国当局讲过，这个团体是照国际法去做的，你袂使甲我叮当。所以这个机啊卡起来了，即个分局也好，什么局也好，拢无人敢入来。今日伫外口四五分钟，我看是咧翕相啦。我是派车讲来，我翕玻璃啦，你别对张你讲啊。咱迄个外门开始做一个门有啊。是谁人要做那个门，你知不知道？我要要求美国政府 AIT 刷起来的时候，这个所在要派一个班的卫兵来跟我们站。啊，这你要拍破，你不用拍破吗？啊，你听到都忘记了哦。哦，我这样哦，这样好哦。我跟你讲哦，刚那一天卫兵一个站下去的时候哦，这些新闻前哦，我讲排队啦，我无甲你骗。总有一天哦，每一摆你受训的时阵，这拢会坐到满满满啦。我讲拢实在啦。我估计第一张的新闻前伫11月7日落来，摕到了欢迎你家己去试看卖啊。摕一张新闻前去 A T 讲，我要去美国。你看伊甲你安怎讲？但是美国甲我讲哦，你身份证袂当作弊哦。那你唔通看迄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迄张迄本呢？迄本吼、哦、用偌济时间呢？用差不多哦几个月呢？4-5个月吼、哦。这个4个月吼、哦，写了头一摆给美国看哦，哼，24小时无得甲牵倒转来。Roger， 你不是有研究战争法吗？啊，你那种将遐中台湾迄个中国人弄个就地合法，有影？咱去开会的时阵，大家讲吼，啊，拢平平拢啊，拢住伫台湾这块土地啊，认同台湾的吼，啊，都会变成台湾人，他个歹。美国甲我讲，伊讲啊，那安尼啦，中华民国买当就地合法，变成台湾民政府，哦哟，有理呢。好，马上修改，马上修改。
啊，第二摆写写，佫过一两礼拜，还两礼拜以后，咱佫寄互伊，即边就较久啊，差不多三四天哦，哦，看三四天、四五天都退顿来，退顿来要安怎讲啊？哎 ，Roger， 被占领的人袂当管迄个占领者啦，不可以管占领者啦。我，大家拢民好，拢火起来咧。哎、欸，我若袂当甲管啊，中华民国我袂当管啊，我在台湾人是要创啥？因为你袂晓委托我管啊。啊，委托我，我就委托你，安尼袂使吗？我你早说嘛。但是呢，美国人哦，按部就班呐、啊，哦，这按部就班，一切照法你来。变作讲吼、哦，咱甲美国 USME 讲，互你管啊 ，USME 给咱一个文讲，我们就正式委托，敢那伊今日正式委托中华民国来甲恁管台湾，同款呐。我甲你讲哦，君子报仇，三年未完呐、啊。讲安尼就好啊啦，你才听我的意思。不过这讲讲，我正敌人愈来愈多呢。不过免烦恼啦，今日有八百几个人直接受过分，林志兴无去，八百几个林志兴出来，所以我一刷都袂烦恼。甚至我是认为讲，我来当互伊拍死吼，啊无定呢，这个民进会会更加紧起来。但是呢，伊都不爱，侬不爱叮当你看。媒体不爱给咱，我相信啊，媒体给咱哦，免三个月啦，给我一个月，到媒体来啊，逐天一点钟甲练哦，伊就倒。因为人像各位这种的思想，免像民进党的思想，卖用迄个独派迄款思想，伊各位恁干来安尼一只哩坐啊，看这物件，恁就足清楚的。那是讲未改变，唔是未改变啦，是不愿意改变，是自私啦。伊就想会讲哦，啊不，得着权利，敢那陈志忠同款。去年的八月份，而且我甲你讲，这拢熟悉的哦。去年的八月，美国甲我讲，你甲陈水扁讲，叫伊钱卖回转来，伊若回转来哦，照常甲关。啊，我美国要将因追加啊，要甲伊再造。我去甲讲啊，我甲陈志忠讲啊，你当阵付出是毛去啊，伊边的人。伊甲讲，叫伊出来算啊！你也算啦，你也丢啦！啊，你看啊，算算呐，做无几工，两百几工尔，就需要摕掉个，老早就已算好啊嘛。你钱回转来是等于无效的啦，七八亿吼、哦，拿起来，予咱来做这个建国运动哦，今日情形拢无同啊。台湾就是有这自私自利的人，啊，落尾啊，才拜托陈信宇来你讲呢。啊，无你即摆当斗三个，我 no， 我不爱讲。人是一摆机会啦，无迄两届。你在座各位嘛是敢人看，敢看一摆机会呢？咱即摆伫拼是人生内底上界重要的一摆机会，台湾要来建立咱家己台湾这个土地的国家啦。当然啦，蔡总理嘛讲啊真清楚，伫联合国的规定内底。除了讲日本政府有一个分离条款伫宪法内底，啊那无，台湾要建立台湾家己国家很困难，你还没合作会嘛？干那会当自治啦，联合国73条 B 啦，自治啦。啊那讲76条，甲77条，76条 B 甲77条，讲要自决啊 ？No， 绝对无可能，因为台湾唔是足单纯。敢那一个民众尔，有占领者，有被占领者，南南斗阵啊！今日的台湾民政府就是要将本土台湾人和这占领者跳开、扯开。即马 AIT 开始伫替咱用啊呢，你唔来看我看无？伊嘛有宣布啊，要摕美国的签证，伊即马甲伊分做本土台湾人、中国人。所以各位，台湾绝对是。有未来，好通看会到。大家要有信心，要加减看册。尤其我把各位各讲讲一摆，新台湾论，这不是讲我咧甲你鼓舞啦。但是吼、哦，你若这本你摕去看吼、哦，我干那这本册我写偌久，你家己去想看卖。啊，美国足侪机密档案拢提供给我，叫我都写这本册。所以我敢甲各位讲，所有论述。很主席，台湾这论述没有一个论述能够跟我们对抗，
美国的国家智库跟咱讲，台湾所有论述，敢那咱这个论述，现在还在进行中，还在发展中。所以，唔只会当讲每一摆、每一礼拜，咱伫上课，拢有新的发展，拢有新的进展。今日讲到这，后日搁再一摆，谢谢各位。起立，立正，行礼，请坐。